今日请坐。各位客官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午安。我也是都困起来吼，啊，中昼食饱，啊，所以这节课吼，就是咱开始要来练这个唱歌吼。啊，唱歌吼，咱当然是用较轻松吼，唔是讲，咱大家唔知拢有提到过啦吼。啊，我先甲今仔日要唱歌的原因吼。先跟大家做分享，因为咱每一届，你若看到讲，真济团体内底，拢有用伊个歌曲，啊来代表这个团体的精神。所以呢，伫这个内底呢，我看到讲，咱民政府嘛有足济歌曲，吼，拢是一直甲咱鼓励。所以，咱毋知发觉到无，吼。可能侪侪时间你唔爱去听过着有关着台湾即块作曲哈，就是讲你所唱的歌内底无一句话叫做哈，伫台湾有即个歌曲内底无即个歌词哈，嘛无讲着讲台湾就是我的国家，嘛唔爱去讲着讲台湾即块是咱。在这生长的所在，咱拢唱什么歌？我会记哩，咱若每一届甲回想起来，为囡仔唱到大汉，每一届拢唱着中国迄边的土地，吼，像唐山谣，迄甲咱也无关系，但是咱大家拢常常听，常常唱。啊，是讲万迄个做长城谣，吼，万里长城，万里长。他说长城外边是我们的故乡，我感觉讲，我就捌问过吼，问过阮爸爸讲，爸，人讲长城外边是我们的故乡，啊，你唔知捌去无？伊讲我唔捌，啊，我想讲，安尼可能爱问我阿公，我讲阿公，迄长城外边是我们的故乡，啊，你唔知捌去过无？伊讲我嘛捌去过，啊，我讲阿祖敢捌去过？伊讲伊可能嘛捌，阿祖太咧，讲规世人拢无人去到遐。啊，遐乃咱的故乡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咱伫这时刻内底，常常咱就会感觉到讲，一个唱歌迄个精神都无去啊，一个唱歌迄个精神都一直无去，一直无去。所以我直接要讲到一个历史的见证，吼、哦！伫苏格兰，这个苏格兰，伊每一届拢是去予英国甲压制的时阵。咱大家一旦去要看卖，苏格兰伊要争做有一个议会，伊是用什么方法来争做讲对抗着遐尼啊大英帝国的议会？伊是用什么款方法？伊就想唱歌，几个人咧唱？二十二个少年人，二十二个少年人，伊开始想讲，我的这个大的这个苏格兰这个土地。将来英国政府也毋捌甲咱照顾，也毋捌甲咱做一寡福利啊，啥物货拢毋捌。甚至咱每一届种的一寡农作物，伊就要甲咱扣偌济、扣偌济收去因迄边。所以对着安尼时阵，有二十二个少年人开始，伊就爬起来讲：我唱一首歌吼。因开始，大概拢伊迄首歌叫做《他们怀着苏格兰的希望》。吼、哦，因怀着苏格兰的希望，就是讲因抱着苏格兰要建国、要有家己独立的制度，伊去唱这首。他们怀着苏格兰唱，所以伊开始对安尼一直甲唱，一直甲唱，唱到落尾，终于有一件代志发生。当甲这个大英帝国的王室吼内底，伊看到什么货？伊看到这个。少年人这么认真，内底有一个皇后吼，一开始感觉讲，伊叫醒起来了，伊讲我嘛是苏格兰那边的人。一开始安怎，伊甲迄个英国这边的贵族吼，甲伯爵甲要求讲，是毋会当卖甲因扣税，因为那边的生活已经遮艰苦。但是遐一挂英国遐贵族，伊讲袂使哩。除非
你这个皇后会当骑马，骑国王的马去射苏格兰，你有咋射偌大？射过迄个所在，我就无扣税。但是你爱拢袂使穿衫，安尼骑迄只马开始去射。这个皇后甲讲讲，好，我答应你。当因这个希望起来了后，我感觉就讲是安怎因的议会，苏格兰因有家己的议会，会用裁决家己的国家代志，家己这块土地的事件吼。结果这个当这个皇后开始一无穿衫开始骑马要行的时阵，你敢知这个苏格兰所有的人民拢做着什么代志？开始拢秘伫厝内底，将所有这个卡垫拢甲拖拖起来。啊！交代讲，那袂使出去外口，袂使有一个人出去外口。大家立伫厝内底，拢咧创啥？拢咧祈祷。所以读到遮个时阵，我毋知咱大家心情啥物款吼？是安怎有一个遮尼啊尊贵的人，伊甘愿侮辱伊家己，为着伊个国家来写这个城苏格兰？当伊去写时阵，咱会当发现，规街路拢总无人。咱甲看到倒来，确实讲，伫咱徛台湾这个土地，有一日嘛讲，好，你若有人愿意，台湾这个土地你若有才调，像这个女王同款，洗一脸，无穿衫咧洗洗脸，有人买无？可能爱找真久，甚至。当伊咧说时阵，可能真侪人出来看，甚至有人伫遐等，为着要看伊，烫目体，伊咧侮辱的时阵，所以这是咱应该学习的所在是啥物？就是讲一首歌的精神，会当予咱代表着咱徛伫台湾是爱用啥物款的心情吼。所以唱这个歌曲内底，我原底吼伫。这个拢是咧分享着咱台湾足侪都市计划吼，种种的一挂问题。但是今仔日就是讲，咱要为着年底要过去日本，所以咱有真侪歌曲，咱爱了解爱清楚。所以我开始，伫可能伫即届开始来，开始来甲咱大家来看着讲，这歌是变哪唱吼。咱第一首吼，因为咱都困起来，咱来唱一首用台语吼，《天佑台湾》。天佑台湾，咱可能无吼，按过来，咱大家看迄个投影片遮吼，天佑台湾，吼，这首歌呢，你会当甲看到伊个歌词内底，伊讲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岛屿，徛伫太平洋的西方，善良单纯坚强的民风，代代伫遮咧生团。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岛屿，徛伫天甲地当中，有日甲月，有天星来作伴，行过风雨袂孤单。虽然历尽风霜，受尽吞打，但是春风吹骨徛。虽然坎坷的路一步过一步，我会勇敢徛伫遮。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当你若暗时吼，你若去甲听这首歌，伊若咧唱到落尾，伊讲台湾是我心爱的国家的时阵，我相信你会对着咱台湾这块土地感情吼，会加真深吼。因为我甲回想起来，咱将来唱歌拢毋捌去唱着讲台湾是我心爱的国家。咱的教育内底一直咧甲咱教育讲，咱的心内底国家伫倒位，伫迄边足远的所在。啊，迄边咱捌去过无？讲唔捌。但是呢，我会记得我囡仔的时阵吼，伊拢甲咱讲，三年后就要过要转去啊。所以，我会记得阮隔壁有一个，伊是为中国来吼，伊的个性就是拢咧讲着啥物货。因为伊为中国走过来时阵，伊拢无物件，嘛无厝嘛，啥物拢无。啊，伊怎徛伫迄个
去共伊专去找一个所在吼，拄啊去甲这边借一片边，这边甲借一片边，啊头前甲动起来，怎啊变做伊临时的厝？啊，因家吼足奇怪，真拄好，因家安尼围起来变做一间厝是真好。也毋过一个较无利便的所在，就是讲因家煞内底一支电火条啊，迄支电火条啊，了后伊则想想的讲，哎、欸，安嘛袂歹。伊临时甲创一个灯接落来，我就有灯他用。所以阮定甲问讲：“哎、欸，贝贝，你这个电线杆，这个电是不是不用钱？”伊讲不用钱啊。啊，伊讲为什么？伊讲中国有一句话吼、哦：“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靠电线杆吃点电。”哇！啊，伊迄电路迄支，阮大家哦，本开始阮感觉讲因家可能真无好，那厝内底一支电话条啊，啊嘛袂使甲慢掉，但是过来。伊甲接一个线落去，啊，就会使通电。所以我甲问讲，啊，恁当时要转去，伊讲，伊甲答应什么物件？迄时阵我读国小，伊甲讲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三年后就要回去呀、啊，啊，这支电线杆就送给你。啊，我底下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到我读到高中，读到大学吼，啊，煞拢一直等无，等到即阵，迄支还袂给我，啊，迄个人已经死去啊。所以呢，你也发觉到讲，要回去那边的故乡，敢有可能？但是我嘛不爱回去，因为那边都不是我的所在哈。所以咱若看到这首《天佑台湾》哈，实在是真好的歌曲哈。咱大家唔知捌听过无？来，我先唱一个，哈，我先唱一遍，咱大家会当学习看卖哈。咱这首歌伊的。过程吼，咧唱啊，伊感情就是咧看到讲，咱爱用疼惜咱台湾的土地，这个心情你哪会当唱会出来？这个足水的吼。来，我先唱一遍吼，就是来，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伫太平洋西方。善良单纯坚强的民风，代代伫这里生团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伫天甲地当中。有日甲月有天星来作伴，行过风雨袂孤单。虽然是一方双手紧吞打，但是春风吹又强。虽然坎坷的路一步过一步，我会勇敢站在这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安尼唔知会晓未？可能吼，我建议咱偷偷练习啦吼，因为一首歌曲吼，你要甲教甲，我都唱甲会当安尼真背起来吼，遐唱几啊届。但是有一个方法吼，就是讲你来当欣赏着咱台湾啊，介是咱的国家的时阵，你会较这首歌曲会当正做讲提醒咱家己，咱是伫遮出世。唔通袂记哩，因为常常有一个过程，咱唔知讲伫差不多三十年前，有一个人叫做杨传广，哈，伊叫做亚洲小铁人嘛，哈。啊，伊迄时阵呢，去甲参加这个奥林匹克这个比赛，哈，伊丢丢，佮明仔载比嘞。伊明仔载若比赛落去，伊就当得着冠军。因为伊讲，这个对手明仔载要比赛，这个对手较早我甲伊走过，
比赛过，伊输我足济，所以我明仔载冠军是一定对的。迄个是美国的美国人，所以伫美国一开始紧张起来讲，要死啦！伊咧烦恼啥物？阵讲明仔载这个杨传广亚洲小铁呐赢的时阵，请问伊唔知要造啥物会吼？人来咧领奖的时阵，人是爱造国歌，结果伊造啥物歌？国旗歌对吧？伊讲啊，歹势，你无国旗，啊嘛无国歌，啊嘛袂使有，所以迄杨先生伊讲，我就唱国歌啊，吼、哦，伊嘛讲以前的国歌就是，吼、哦，即卖冬瓜迄首，啊伊讲啊，你的国旗讲啊，我国旗就车轮摆迄支啊，会使有起哩啊，结果伊讲袂使，这支伫全世界无承认，啊伊讲啊变安怎？伊讲啊无去做一支。中华台北，好、哦、啊！中华台北这支旗已经解决了，结果要造演奏领奖时，爱造国歌的时阵，要造倒一首，好、哦，不是一首冬瓜、哦，咱知影造倒一首，造国旗歌，好、哦，就是山川壮丽，五彩丰隆。但是咧唱的时阵，伊安那唱，敢是歌词安尼？唔是。迄、那个乐团咧唱的时阵，你敢知伊唱出来唱几十年的这首歌拢唱啥物货？哇！迄唱出来起来是感觉唔知变哪听啊嘛，你的感受唔知啥物款。因为对头甲尾袂使唱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做山川壮丽迄首，伊爱唱啥物货？伊讲大会甲决定爱唱奥林匹克，吼、哦，变作。奥林匹克，奥林匹克，啊！对头到尾拢唱只唱完嘞，唱到了，哇！你若听一个真好讲，啊，规气改沙龙 pass 吼，啊，较好唱吼。伊规首拢改唱奥林匹克，啊，为头到尾伊讲安尼较好记。咱唱几年？咱唱三十几年，几啊届个奥林匹克个会，迄运动会唱了，当中无一首是咱对台湾出哩个。所以伊咧领奖时阵怎哭出来？伊讲啊，我到底是倒位的人？明明有这个所在，但是讲无这个物件。明明我着对台湾来，啊是安那那讲袂使对台湾。伊嘛挣扎真久，结果你甲看咱历年来，过七月二八迄日去讲英国要过奥林匹克比赛，咱大概过拿出来旗是中华台北，吼、哦，中华台北啊，无着拿中华。唔知啥物会拢唔知影，反正就是袂使惹台湾，嘛无中华民国之字。所以当咱咧看这个歌词时阵，伊讲台湾就是台湾哈，是一个美丽的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你敢知讲，当你若去到外国吼，无迄个国家的意识，无国家甲你定位的时阵，哇，你哪想吼，无人会迄个心情，你会真艰苦。你若去到外国，人讲来日本的人举手，人台举手，啊来个什么人举手，吼、哦、英国举手，啊讲来讲去，讲来讲去，问讲啊你倒位来，讲我中华民国，讲无嘞，无这个物件。的时阵，你才会知讲咱到底是对倒位来。好、哦，所以来咱来唱看卖哈、哦，咱因为咱今要唱的歌真侪首哈，所以咱可能爱时间留啊。较关的来，咱吼都困起来唱歌的声喉吼是上水哦。吼、哦，你敢知讲唱歌若唱袂起吼，你哈气迄个安尼吼打哈欠的声是正确的唱歌的发声方法。所以等你甲试看咧吼、哦，一定会真好哦哈、哦。来，咱来我用这个钢琴吼，啊恁咱大家来试看看了哈。哦好来，那我弹前奏了，咱大家就唱看了哈。来，开始哈，可能有较悬一挂哈，来我降较低的哈，来。
旋律大概就是安尼哈，所以你佮加上你的感情啊唱嘞哈，哇，这首歌哈，捌伫海外人都听到的时阵，伊会感觉讲，哦，迄华侨听到，开始伊拢会想讲，安尼我要倒来台湾啊，因为哈，伫外国流浪遐久，伊才知影讲，哦，原来台湾就是伊心内的一个国家哈。来，咱过来唱一届哈，咱唱一届，咱就来换后一首。哈，天佑台湾，来，咱来试看哈，一段一段来，无要紧了哈，咱唔免赶紧。好，来，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伫太平洋西方。善良单纯坚强的民风，代代地这里生团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在天和地当中。有日甲月，有天星来作伴，行过风雨未孤单。虽然历尽风霜，受尽吞打，但是春风吹又强。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，哎哟，站在这，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是我心爱的故乡。吼、哦，实在是真水的歌吼、哦！啊，唔盲讲恁当咧唱的时阵，会当去甲记起来。啊，然后这毋是干那讲咧唱好听、歹听的情形俩吼、哦。因为咱若定来唱唱吼，你的下一代囡仔来听，常常我看到即马国小因咧唱歌吼、哦，我感觉会着惊咧，因为因感觉讲，你敢知国小？四年级、五年级，因唱的歌是虾米款？吼、哦，流行歌。但是你佮看讲伊的歌词内底是代表虾米款？哇，我看到迄歌词吼，伊讲，伊迄个歌词内底，我捌听咧唱到落尾吼，唱到出来，伊讲，伊迄歌词内底写讲吼，讲要爱你爱到不能呼吸。啊，那没有爱到你，我就没有办法呼吸。我想想来讲，啊，哪有人这种歌词吼，那也真奇怪。那像讲一个国小四年，伊竟然说学的歌是这种的，甚至骨较细汉，你若看迄较细汉囡仔吼，哦，迄三岁囡仔才三岁尔，我要甲问讲。请问啊，你因爸爸拢讲，伊这囡仔真会唱歌，所以叫伊马上唱一首来听的时阵，你敢知伊唱第一首是虾米货？第三杯酒。哦，我第一届听着讲啊，那第三杯酒是啊，那三位囡仔那会晓第三杯酒？啊，佮第二首讲爱人啊对人走。哦，我讲三位囡仔那有咧爱人对人走吼？啊，这我拢从来冇听过，但是当迄个囡仔唱出来的时阵。哦，伊唱佫表演，佫安尼摇吼，我感觉咱是嘛爱敬献啊，咱的心内底，你可能毋捌将台湾真水的歌教予你的囡仔，所以伊拢一直去学习着讲，咱即马流行的歌是甚物款，所以你若等到大汉了后，你会发现着讲是安怎台湾人一直毋敢有意识，亲像。我隔壁一个人，伊安尼为都开始，伊讲我看伊讲伊上爱唱的歌就是虾米货，就是母乳。但是你真正甲想母乳的歌词内底，你想了你敢袂真惊吓？
伊讲吼啊，不管伊什么人吼，拢甲招来跳舞，吼啊，当作民房就好。哎、欸，台湾袂当安尼类呢。即摆咱讲家属拢起价，大行拢起价，大行拢真迄个时阵，你敢使讲啊？迄拢卖管伊，甲当作民房就好，袂使哩呢。因为有个人顶一回报纸刊讲，因为有人无法度过生活，一口罩四个人拢甲烧火炭甲死去。这个是动作民望不会杀你，但是你如果一直下去，早晚会变成这样去。所以我们的意识里面一定要很坚强跟我们说，我们是在台湾，台湾出事就是要为着我们台湾，不是为着那边将来不去过的地方。我们现在来换这个第二首，就是台湾自治进行曲，好，继续哦，这首哦，应该是有迄个谱吼，啊，就是可能要，因为这是还未印出来款，嘿，赶紧，我尽量我来迄个我来当哈，我等下来找看啦，有我再印给大家，好，歹势，咱即马来看这个台湾主题哈进行曲，唔知有人无摕到无？这个哈，伊一份是两张哈，来，哎、欸，哦，是无迄个哈。安尼可能剩一张的款，这张是原稿，无要紧嘛，无要紧。啊，无咱甲隔壁吼，吼，哎，也是哦，这有剩下来，安尼正好来，来咱有剩的吼，好，来安尼提过来这边，无要紧，这应该有，以前若剩几张，就是应该是有够。这首是咱的东心吼，迄、那个梁海伦女士敢做的吼。啊，听讲伊大概咧教的时阵，足侪人唱起来，伊这个方式哈，伊这个曲调的形式哈，是跟这个进行曲同款，好，就是安尼，像咧行路安尼哈，一二一二，抱着咱的梦，出抵台湾，哈，就是安尼，来，安尼来，我先，好，咱大家，你心内迄个拍子哈，就是安尼，一二。一二，抱着咱的梦，出抵台湾。你甲阮点做？等下，歹势。你甲阮徛做伙，哈。你徛做伙，守护美丽岛，为着前途好听，打拼完成祖先的希望，为着建国咱台湾，唔通点点，好，无出声哈，系对。嗦啦嗦咪嗦哈，无出声，抱着咱的梦，出抵台湾。你甲阮徛，歹势哈，这安尼，都甲阮徛，你甲阮徛做伙。以前哈，哎，你也有滴啊？哎，这拍子安尼，一二三，拍子无够。你嘿，忘记伊这可能哈是，甲阮嘿，对，伊这敢那，吼，伊是哒哒啦啦啦。好，冇紧，咱我先看伊这后边哈，伊这拍子哈，可能爱留啊改变一下哈。嘿，伊这哦，好来，安尼我先看卖嘞哈，伊这拍子可能有点变化。这首我唱一遍给恁听啊，吼。
抱着咱的梦，住伫台湾，你甲我徛做伙，守好美丽岛，为着前途爱打拼，完成祖先的希望。哦，安尼倒的，我为着。可能太高音了，那个太太高音了。要从头吗？抱着咱的梦，抱着。抱着抱咱的梦，住伫台湾，你甲我徛做伙，守好美丽岛，为着前途爱打拼，完成祖先的希望。为着建国咱台湾，唔通点点唔出声，抱着咱的梦，住伫台湾，你甲我徛做伙，守好美丽岛。哦，好，安尼我知伊怎样唱吼，这拍子有加一个迄个附点出来吼，所以咱来，伊这就是，伊这就是，你甲阮徛做伙，好，伊这就是有，伊这无一个点哈，伊是，你甲阮徛做伙，守好彼个岛。为着前途爱打拼，完成祖先的希望。为着建国咱台湾，唔通点点袂出声，抱着咱的梦，住伫台湾。你甲阮徛做伙，守好美丽岛。好，应该是安尼哈。伊安尼话讲哈，这个谱内底伊迄个拍子哈，伊用迄个拍子，伊应该是只有黑点哈，也是黑点佮为两条尾哈，所以它速度是很快。也是你甲阮徛做伙，守好美丽岛。哈，应该是爱变安尼。来，马紧吼，咱即马咱唱久，咱就先吼。歹势，我嘛第一界看到这首曲吼，来，马紧吼，咱安尼会当知影。好，来安尼有准备好吼，来，预备，来，抱着咱的梦，住伫台湾，你。甲阮徛做伙，守好美丽岛，为着前途爱打拼，完成祖先的希望，为着建国咱台湾，唔通点点袂出声。抱着咱的梦，住伫台湾，你甲阮徛做伙，守好美丽岛。哦，应该是安尼啦吼，这安尼可能是较安尼会知影无？安尼是应该较好唱吼。伊个拍子，因为拄只就是吼，伊个拍子拿进行曲内底，伊还佫加停一下，安尼你踏步再当，吼安尼一二一二，守好。着咱的梦，住伫台湾，吼，安尼依照迄个步伐再出来，吼，来，我紧，咱去试看卖，吼，
这歌就是咱来一直甲唱，一直甲唱哈，咱才有法度安尼会当熟悉哈。来，咱即马吼是安怎拄开始咱的唱这个两首，哈，用咱台语来发音哈，因为等下后边所唱的歌曲，拢总是会用日语。啊，日语哈，第一首就是迄个日本国歌哈。日本国歌迄是旋律，你爱抓个足准，再唱会唱会顺吼。啊，你若做讲无的时阵吼，迄唱起来足奇怪。啊，佮后壁迄两首吼是日本的军歌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可能爱将这两首唱起来时，你的脑爱开起了后，咱才我倒开始来后边这两首你才唱了会顺吼。好，来，咱来试看嘛吼，来。台湾族的进行曲哈，伊是进行曲啊哈，所以是来一二一二来，抱着咱的梦，出的台湾，你甲阮徛做伙，守护美丽岛，为着前途爱打拼。完全做生的希望，为着建国咱台湾，唔通点点袂出声，抱着咱的梦，住伫台湾，你甲听做伙，守护美丽岛。哦，安尼会知无？吼、哦，安尼有熟无？来，安尼我看吼、哦，咱即马连续吼、哦，咱搁唱一届，拄只天佑台湾，啊搁甩唱一首了，咱就来换，要唱这个日语的歌曲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啊，感觉有爱困的人吼、哦，你伫这个利用这个机会来甲唱啊大声。因为我感觉唱歌是一个真快乐吼，我较早囡仔一直唱歌吼，唱歌对为国小吼，读幼稚园就开始一直唱歌，读到高中毕业，啊一直甲，因为我伫教会吼，每一个礼拜，啊每一个礼拜日，拢会伫遐唱歌，啊老师就拢一直甲阮要求吼，啊所以我伫遐唱足久足久的歌内底吼。才发觉到讲，外口咧唱的歌曲吼，敢若甲咱听起来拢会真无同款。所以当我大概去到学校，捌甲学生囡仔讲，恁伫学校音乐课内底，很会的歌曲吼，迄有诶是拢足水的名曲吼，啊毋过，你当你咧甲伊教，伊拢会感觉讲，啊老师啊，即种歌歹听啦，即吼无好听啦，嘿。啊，所以我讲啊，请问啊，无恁感觉恁换恁来提供好无吼？恁提供来看讲，恁提供啊，看恁该唱啥物歌，安尼会当较好吼。嘿，啊，结果伊个我想讲，伊可能会唱一寡讲吼，较属于讲励志吼，想讲爱拼才赢，即我定定听过吼，啊是啥物款拢好啦吼。要毋迄时阵，迄个学生囝摕我看的时阵，迄首敢若头一个歌词，我听起来就讲哇，这是变哪唱？伊个歌词吼，就写着讲，嘿，苦苦的一杯酒，狠狠喝下去。我讲哇，哪这种诶？安尼，这安尼啉敢会累吼？啊，敢安尼敢好唱？所以咱爱知影讲，一个歌曲是代表着咱的精神。咱要爱的物件是拢寄望伫用歌曲来甲咱表现出来吼。后来，咱即摆来看这个《天佑台湾》甲《台湾进行曲》，咱做一届甲唱一遍吼。来，咱先为《天佑台湾》这首，啊有吗？好，好，这首吼，当你咧唱的时阵，起音吼，唔免起甲伤悬，你会当用。真平常，甚至愈悬的声时阵，你爱放哦轻松吼。你会当发觉着讲，当你若咧唱愈悬时阵，这个肩胛头爱愈哦轻松，放哦轻松落去吼。
迄声就自然就起嚟啊。来，咱来唱一首《天佑台湾》哈，《天佑台湾》。来，咱迄啦，一二来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伫太平洋西方，善良单纯坚强的民风，代代伫这里生团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伫天甲地当中，有日甲月，有天星来作伴，行过风雨袂孤单。虽然了尽风霜，受尽吞打，但是春风吹又强。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，我会勇敢站在这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好，真好哈！来，即摆咱来复习这个第二首《台湾主题进行曲》。好，来第二首咱看一下哈，来，一二一二来。抱着咱的梦，出伫台湾，你甲我徛做伙，守护美丽岛，为着前途爱打拼，完成祖先的梦。为着建国咱台湾，唔通点点无出声，抱着咱的梦，出伫台湾，你甲我做伙守护美丽岛。哦，真好哈！安尼咱安尼唱这两首了。咱应该精神拢差不多恢复啊哈！啊，咱今麦要来第一首哈，这首哈爱特别注意哦。这首歌是我哪呢讲哈，对日本较歹势，实在是我也冇听过这么对国家啊，佮真无好唱、真无好听的歌，哈，哈，哦，就是日本这里哈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迄个日本哈。日本的国歌哈，伊短短无几句尔哈，啊，伊这个可能是拢咧唱伊日本这个精神哈，就是军姿带迄个歌哈，来，唔知，好，咱这个拍出来哈，我感觉真期待的讲，唔忙咱每伫咱台湾内底，咱有咱家己的国歌，啊，这个国歌唔是讲吼。你去跟人比较，好，来，这个就是《起名加油》啊，好，伊这边哈，这边是日语，啊，这边就是华语的哈，啊，就是汉字啊，下底就是罗马拼字的连环哈，啊，所以你不管你看倒位啊，拢会识哈，嘿，啊，唔知人会晓唱无？好，那较侪回唔知，要还是来我先念一遍哈。伊这边迄个红黑字迄边哈，就是迄个 Kimi ga yo 啊，哈，只有你，也只有你，啥子嘞？伊是喏，伊话哦到哪里的？卡给喏，莫斯马的，哈，伊就是你讲就讲哈。因为这翻译嘛是，伊可能爱看这边哈，伊讲一个君王伊统治为一千年啊到八千年，
啊，为小粒石头，甲变做大粒石头，啊，大粒石头面顶就生青地安尼吼。这可能是爱用意境啦吼，爱去体会着讲，因日本的精神可能是要久久永永远远一直安尼统治落去。好，啊，所以来咱来，我先唱一遍，给大家听看麦吼。伊第一届吼，那啥。君が代は自由に、よ自由にさざれ、石の岩となりで、苔の娘で、哈，伊后边这个是诶，我看苔の，娘で哈，好，来，伊后边就是迄个旋律爱扭动去哈，无咱有迄个影片哈，咱听伊。正确迄个影片，咱来听一遍吼。咱会当对唱看嘛，因为这实在是足无好唱，啊，我唱起来敢那怪怪。吼，咱看这个日本，虽然伊嘛短短，按古人伊就讲这就是呢国歌吼。但是我刚看过伊这个调的旋律吼，应该较属于迄个法国迄边、迄边迄种、迄种的旋律。好，法国去。